讲个天干啊，讲个天干。天干的甲呢，师傅讲过，甲呢，奇门遁甲，到尤其道家这个烟盘奇门遁甲里是没有甲的，甲是看直符，甲是看直符，然后呢，他呢正向呢选择权力啊，这个老板啊，或者是这个能掌控主要的领导啊，有这么一个象啊，叫直符临宫百灾消啊。很多人说，哎，师傅，我这里有个支符，当我有红字，红字的显象也会弱，啊，红字显象也会弱，好吧？啊，它一定是这个掌控权力的。我们呢讲这个天干的时候呢，复习的时候呢，就有故事了，一会儿的故事可多了啊。然后呢，看一下这个冰冰的啊，他这个支符啊在这里头，所以呢，他正因为受了技能教育，而且呢，在技能教育的啊突很那个突出，很那个有起色，突出的起色和技能，才能有今天他的成就。他如果说这个没有直符的话，他都不一定有今天这么好的东西。正向是显得这个领导啊、权力啊或突出的，反向呢，如果这里有红字，哎，这个东西呢，并不是说没有领导了，并不是说这个做不了了，你就会受限，受限啊。他这个东西呢，他一旦有红字的就受限。然后你们说，哎，师傅不讲，你说直符临宫百灾消，它是能消百灾。记住啊，我在消百灾的时候，我呢自己也是伤用了时间，我们叫泄嘛，泄啊，自己的花花一东西伤耗泄了，自己耗泄的，它的自身的能量啊就没有那么强了啊，甲的就是耗泄啊。乙呢，记住啊，乙呢是这个正向是发展啊，发展，反向呢是这个，乙是正向发展呢会有人帮扶，反向呢是这个发展的受限，或者呢帮扶的人没有啊，所以说呢你就没办法去这个实现更多的东西啊。乙红呢就是发展受限呢，帮扶受限呢，正向的是发展啊，会有人帮助你，反向是这个。啊，就问一下在线的，在线的人数啊够不够？在线人数够不够？啊，在线人数够不够？其实刚才不应该停啊，刚才是设备出问题。啊，设备出问题了啊。那个现在在线人数够不够？然后呢，去那个让我们那个助教去叫一叫他们，好吧？啊，叫一叫他们。这个这样吧，我帮你们解答一些问题吧。然后呢，接下来呢，在线人数很多人没在啊。然后呢，听到现在有什么问题的可以问一问啊，问一问。然后呢，在这个群里啊，在群里问一问啊，在这个群里可以问一问。他们都没来啊，有问题直接打开麦，然后说话就行。对。这样啊，那个我们现在有刚才那个设备出问题了，然后呢现在调试好了，然后呢有一些这个要有一些人还没回来，然后呢这个现在这个群里面这个听课的有一些问题的，你可以问一下，我也一是解答你的问题，二是呢也等一下没进来的这个学员，好吧？都可以了啊，可以了。刚才讲了乙啊，然后呢，现在讲这个丙。丙呢，主权力啊，什么叫权力？能掌控的啊，当官呢，他这个是掌控的权力啊，不是当官的，当官是甲，丙是掌控的权力啊，能掌控一件事情啊，在这个权力上，在这个事情上，我有话语权，能呢。看它的发展方向啊，比如说这个我掌握了这个叫什么产品的这个权利，掌握了市场啊，是这个掌控的权利啊。它一红呢，反向呢是主呢这个乱子就是麻烦呐、意外呀、意想不到的东西啊，反向是乱子啊，出很多这些麻烦啊，让你这个正常事情呢它不能正常发展。丁嘞，正向是希望啊，是希望啊，然后反向呢是这个
这个希望难以达成啊，或者是看不到希望啊，啊，有这么一种或没有希望啊，反向。大家呢要边说呢边记在书上啊，物主钱财啊，物主钱财，然后呢反向是阻碍啊，反向是阻碍，然后呢这主为什么师傅这个要跟你们加这个东西，这是它的主项，然后里面这些东西也有用啊，都每一个东西都有用的，好吧。然后呢己是想法，反向呢是这个己主想法，然后反向之主损失消耗啊。庚呢正向主技术，这个技术啊跟部门那个技术不一样，这个技术啊是这个实用技术，这个产品技术啊是这个技术，等部门那个技术呢是解决问题的技术啊，这个正向主技术，反向呢主这个阻碍啊，阻碍啊，这个比如说这个技术不行啊，或者是什么事情啊，你发了年头庚一红了之后，你感觉做起来都很难啊，做起来都很难啊，阻碍。心呢主变革啊，心主变革，像昨天有个女孩啊，她看个事情，哎，她说她要出国的时候，哎，心红了，她那个想法很好，然后呢通过出国，通过另外一个发展实现她的目标，但是呢她红了之后，她的想法呢就没有她预期那么好啊，就有问题了，没有那么好，所以你通过这次出国，通过学习啊，你想改变太多东西可能呢没有你预期那么好。然后呢心呢正向主变革，反向呢就主呢问题，或者是呢达不到预期啊，达不到预期。你看这个冰冰啊，这里心红了啊，就主要呢就是呢达不到预期，或者出现了问题，出现了问题啊，出现了问题。那红了怎么没有皮肤病呢？不是这个一定有皮肤病的啊，不是一定就有皮肤病的，因为这里的问题呢它不一定都是有的，有些东西人有，有些人东西没有，好吧。你看我们这个学员就记住，心呢还主着皮肤病，一般红了有皮肤病啊。这个他这个象意啊，一个象意我写的不多，才几十个，有的时候这一本象意啊，有本书就叫象意，它一个字啊它能有上千个象意在里面。刚才师傅讲过万物类象，它还好没写上一万个啊啊，那是呢你这一万个不是说每个人都有的吧，但是呢它会占主导啊。任呢正向主智慧，大的智慧，反向呢主迷茫啊，迷茫，好吧。然后呢鬼呢，师傅说过这个鬼啊，他正向呢主这个护佑啊，护佑，然后呢小的智慧啊，小聪明，反向呢主呢阻碍，天王四张的阻碍，这个阻碍跟庚的阻碍不一样，庚是呢你们目前有一个东西挡着你过不去，等这个鬼啊直接捆着你，网住你，根本让你走不了的阻碍啊，是这样的一个阻碍，好吧。还有一些反向的阻碍，还有一个阴私的欲望啊，比如说这个人呢他不努力工作，他阴私的欲望太多，他懒呐、啊，他喜欢睡觉啊，他每天这个像那个很多人说这个这个叫什么毒品呢一沾上的人，他虽然想很努力，但是那些东西控制他了，他没办法努力了，对吧？主这些欲望啊，这个讲完了，为什么要给大家复习一下四天干嘞？然后下面呢我们就开始做游戏了，也是大家呢必须要跟得上的了啊。然后呢，大家在这个群里啊，有在群里就在群里打字，没有在群里的呢可以在那个直播间互动啊，一定要动起来啊，啊一定要动起来。然后呢现在在线有多少人？学员在线有多少人啊？然后看一看啊，这个看一下范冰冰的啊，要把这个字连上了啊。直福了，有一个福字，有个丙字，有个壬字，有个丁字，这个宫位有没有红字啊？没红字。直福呢是掌控权力吧，丙呢这个是掌控，壬呢是智慧，丁呢是希望，把它变成一句话说出来，来直播间都打出来，把这个四个字变成一句话啊。那本次会议现在是哪个字？先生没，我用这个用那个QQ 群那个群在投屏。我就用那个直播那个。直播投屏啊。他们有的都在直播。啊，对，你说他聪明，用这个记啊，这就行了，就不用投屏了啊。这儿啊，你那也可以啊。然后呢，师傅再讲一下啊。
看他的字符啊，这个就是小时候你们那个老师讲组句子了啊，这里有这个字符，甲的权利啊啊，甲呢是老板或者是这个这个掌控那些事情的啊，然后呢丙呢主权利，壬主智慧，丁主希望，然后呢子符呢是这个他呢主这个这个掌控啊，最厉害的最优秀的啊，好吧，大家呢那个把这个句话组合从一句话说出来，下面那个学员呢要互动啊，要不知道你们，我不知道你们学没学会，师傅先教你们一遍怎么说啊。范冰冰嘞啊，这个冰冰啊，因为呢他呢这个聪明，然后呢看到这个掌控了这个叫做这个电影学院的在电影学院里面丙呢是这个高的嘛，这个掌控了这个整个电影学院的这些技能，然后达到了职府嘛巅峰嘛最高的，所以呢才呢有希望跟这个琼瑶合作，所以说呢这一块呢要翻译成一句话说出来了，要不然你们要这个翻译不成话说出来就白学了，好吧。然后呢不要以为师傅说的就对的，这个很多种说法，因为呢他掌控了这个整个的这个技能，然后呢所以才使他智慧呢得以实现，然后才让他呢这个看到了希望，然后呢才能将来做老大啊，这样说也行。它可以呢组成多种句子，你用任何一种方式说出来都行，但是呢一定要说出来啊。叔把这个说一遍，子符、壬、丙、壬和丁啊，用你的话说出来。就是我有权利，也是做老板，我很聪明，我希望很好。这个意思倒是对，但是把它变成变成一句话，再来一遍，把它组成一句整连续连贯性的话，这个才行。我很聪明，然后我也有很大的希望，我有权利。这个还是断了没有？还这个句子组的不好，还要把它慢慢养成那种习惯啊，把它组成一句话啊，因为呢这个。因为我很聪明，所以我很有权利，我当上了老板。这希望很好。对对对，这块就比前两年好了，要把它变成一句话，好吧？大家翻译对相应，跟着师傅走哈。对，大家要那个把这个话翻译成话来，不翻译成话的话，你说不出来呀，好吧？比如说这个还是这个甲是知福啊，这个丙呢是掌控啊，掌控啊，因为我聪明智慧，我掌控了所有的演绎的这个技能，然后呢，所以呢，还这个又有了这个，然后呢，通过这些东西看到了这个希望啊，有一个成明星的希望，然后呢，通过这些东西呢，我达到了我人生巅峰，好吧？你要学会这个翻译啊。下面的学员，下面多少个学员？他听到没有啊？要互动起来呀！然后我不知道你们学没学会，然后呢，你们呢，要是没互动，我就当你们学会了啊！学会了我就往下走了。可以这样说吗？你说。很聪明，掌控了一切，我有我的权利，我当上了老板，我的希望哈。也行吧，反正这个大概意思就是那个意思啊。反正就把这个里面相应的结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句子说出来，好吧？OK 了，这个是这块。然后呢看乙啊，乙在这儿了，乙在这里头，乙呢是主呢这个发展，然后呢丙呢是主掌控，壬呢主智慧啊，然后呢这些又要加变成一句话了啊，因为呢他能掌控啊，掌控天蓬星呢有人忽悠啊，那这些我们不讲，因为他掌控啊，因为他的智慧，所以掌控了这项技能，然后得到乙发展。好吧，要把它变成一句话说啊，一定要把它变成一句话说。然后呢，这个对宫哎有红字，上面有个马字啊，因为呢它不断的在这个马星主动嘛，它不断的在这个跑动啊，学习新的东西，然后呢得到这个才能发展啊。因为呢它呢很聪明，所以学什么很快，一学呢用掌控，然后呢才能去发展，因为它发展。然后呢他掌控了很多技能，然后变得智慧增加了也可以啊，这个东西没有去定数来的，一定呢是这个把这个字啊连在一起说，组成一个句子，
这个才行。要不的话，你看完跟师傅学完之后，人家说，哎，你学了之后你学什么了，你话都说出来就不行啊。一定把这个字啊联系到生活，尤其道家这个键盘奇门主要是以现实生活现实事情为主的，一定要把这个带进来，然后把它变成一个事说出来。